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高喊逆风高飞，胡秀柱以台东热气球为象征，希望自己选情节节高升。侯秀柱25号下乡到台东，马不停蹄拜访台东地方农特产业发展，以及参访博物馆。晚间出席提名同志恳托会，强调政治人物要说真话，喊话以国家利益为重。而台东县长夫人则是将最近火红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作为题材，特地帮柱柱姐制作海报，要找回少女时代的台湾。台湾政经部力挺侯秀柱。摆出加油姿势，并腿装萌，一旁女党员也穿上高中制服，现场气氛一片欢乐。柱柱姐行程满档，台东一日参访行程结束，随即赶往花莲，将要和花莲县长会面，四处走透透，就是为了要稳固蓝营票仓。记者赖永成台东报道。